应该是一首新歌。我其实之前就好久以前有看到网上有一首歌是叫《坐上高铁去台北》，就这样歌。这两首歌应该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实际上我想呢，就是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两岸的民众对于实现京台高铁从福建到台北这么一个远景规划的美好的愿望，希望呢两岸能够音通尽通，能够更方便的往来和交流，多看两岸的美景，多品两岸的美食。我也相信这个愿望呢是一定会实现的。